萧正楠同曹永廉呢日出席圣诞活动，新婚嘅第一个圣诞就系同阿廉过，结婚又系阿廉第一个知，下年仲会一起开演唱会，真系孖公仔咁啊！讲起真系唔好意思，其实我当晚即刻就已经发，即系揾翻晒所有兄弟姐妹，讲俾佢哋听呢件事嘅始末噶啦。其实即系只一个人知，就因为即始终佢系睇住我同阿翠喺埋一齐，我哋好多事佢都知道。咁我讲咗俾佢听，咁我自己又起码有个想讲嘢，有一个咩啊？你又想讲咩啊？你知我想讲嘢，冇嘢冇嘢，继续啊！喂，系咯，其实你个佢心目中谂住系同咗我讲嘅，其他人都会知噶啦。啊，佢今次又咁口吻喎，系啊，我冇同其他人讲，系啊。哦，你记得唔好同人讲啊。系啊，咁啊，想讲多一句，我又冇讲过。佢好啊，佢真系连老婆仔女都冇讲，就系同姐姐讲啫。系啊，佢姐姐真啲啊。阿廉又有冇啲做人秘笈过俾萧正楠啊？秘笈就要勤力啦，系啊，你冇不劳而获噶嘛，系啊，咁我知啦，呢方面你系最勤力嘅，希望系啦，总之有得闲时间就系啦，佢知嘅，识嘅。